还想替赌场看看的话，就多一个晚上的机会。对，赌场好像也是这这几年才弄的吧？这弄了四年了。都是娇生惯养的，吃不起苦的，这个也是的。大家现在吃不起苦，现在年轻一代啊，很多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啊。我那个更糟了，他们都只生一个，六个看一个。台湾有个名词叫妈宝，要妈妈照顾的宝贝叫妈宝。但那个原因是因为宝妈，哦，把小孩子当宝贝的妈妈，有宝妈才会有妈宝，还比较学比较直升机父母的。